上频道，那么今天我们来寻找夜生果实啦啊！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在异海里面寻找啦，然后呢，我们大概会寻找十个果实，然后看一下呢，到底会不会出现红果啦？还是说红果是不会出现呢？等下我们就期待一期待吧。OK，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那么第一个果实出现，然后它好像是在哪里哦？在后面吗？OK， 应该是在监狱吧，他应该在监狱吧，我们过去看吧，来来来来 ，OK， 他好像不是在监狱哦，他是在水城啊 ，OK， 我们就这里来看一下吧，这里呢，我记得呢，我有找过一次啊 ，OK， 我们这一次希望是红果吧 ，OK， 那么他出现在啊，找到了啊，那么这哈哈哈哈 Hello. 是烂果啊，喂，就走开，你走开，不要走开。怎么是这四分五裂果实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刚刚开始而已。刚刚开始呢，抽到比较烂的果实是正常的。OK， 等下呢肯定是抽到红果啊，我跟你们说。OK， 那么现在我很chill，再等吧。OK， 那第二个呢，好像是在冰岛哦，我们就看一下冰岛这里有树吗？这个方向，然后就哦，看到了。你也是白色，等下这个，它也是一个普通的果实啊，这个是那个冒烟果实吧？不过呢，你们看，白色的雪地，白色的翅膀，白色的果实，好棒哦！哇，这个组合实在是太棒了，那么棒的组合，我当然是要，把它给丢下去。OK， 下一个呢好像是在这个是中层啊，这个中间的地方这里啊。OK， 在附近 2.3， 应该在这哦。哎，找到了，哎，这是烧烧果实吗？啊，这果实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。不过还是希望呢可以拿到紫果或者是红果吧。可以把它收起来先吧，说不定以后呢还会更新啊。OK， 收起来。OK， 那么第四个果实呢就在监狱啦。OK， 那么监狱这里就我没有来过咧，就是没有来我找过果实啊。它应该是在这个后面吗？找到了，这是什么果实呢？这是这个是袅袅果实啦。啊，这袅袅果实呢我觉得就是还蛮弱的咧，我希望呢作者呢可以改动一改动啊，把它进化吧。那叫做鸡鸡果实吧。OK， 那么第五个呢也是在冰岛啦，希望呢不要再出现哦。等一下看到了，哈哈，天飘飘果实，史上最强的果实啊，感觉上呢好像个彩蛋的活动过了之后呢，它的掉落率就变低了，是不是啊？各位观众，你们有觉得没有啊？我们再寻找吧，希望下一次可以拿到好一点的果实吧。OK， 下一个呢在空岛啊，空岛呢是我第一次遇到诶。OK， 我们就看一下在哪里吧，60多公尺，应该在附近而已吧？是在这里吗？看一下，应该是在上面吧。OK， 我们这里就飞上去，来上去看一下哦。这果实，等一下，这是个岩浆果实吗？可是。这里没有树啊，怎么会掉果实出来啊？我还以为呢，每个果实呢附近都要有一棵树呢才会掉果实哎。那么这一次的岩浆果实呢，算是不错一点点啦。我还是希望呢，最少要有紫果啦 ，OK？ 有进步，有进步。那么下一次呢，应该是会紫果红果咯 ，OK？ 那么现在在等那个野生果实的时候呢，我来抽一下果实吧啊，那么就来希望呢。再一次抽到红果吧 ，OK， 我很久很久没有抽到了，来来来，红果出来吧，各位观众啊，等一下，卡机，没有，我拿到4，我靠 ，OK， 下一个呢又是监狱吧，哇，监狱啊，这一次呢又要2次啊，我们就看一下，来这一次红果来吧来吧，该不会又是同一个地方吧？好像不是这一次是在这个后面这里吗？啊，这是春天你妹啊 ！Sorry, I don't know what you say. OK， 下一个呢又是来到这个空岛了。感觉上他刷那个新的那个果实呢，都是在一样地方了吗？没有其他地方了吗？OK， 就上去看一下，该不会又是同一个地方吧？好像是哦。又是等一下。这个该不会是中类果实吧？我们找到了第一个红果啊！
哟 ，Let's go， 拿到了重力果实啊！吼吼，第一个红果啦，一海的第一个红果啦，终于啦，终于出了第一个红果啦啊！不知道要等下呢，会不会出到其他的那个红果没有呢？我还蛮期待呢，抽到那个猫猫果实呢，或者是那个龙果啊。OK， 拿到刚刚抽到红果啊，那么现在我再抽一下果实，说不定呢，啊，运气会比较好哦。啊，我来抽一下吧，来抽下去，抽到的是。OK， 那么下一个呢就在猴子岛啦啊，猴子岛这里，这里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啊，看一下啊，在对面吗？啊，好像在对面诶。OK， 哦，然后这个啊，这个猴子王，嗯，今天没有看到了，现在一记啊，应该可以啊，就解决了。哈哈 OK， 那么果实在哪里啊？22公尺，这个方向哦，卡住，哎，这个远远一看过去就知道。这是那个屏障果实吧？好吧，我好像最近呢一直捡到屏障果实，哎，它掉落率那么高了吗？出现，OK， 那么现在是第10个果实哦，看一下还会不会出现那个红果吧 ？OK， 我们跳上去，应该是在树附近的吧？这个是在，这里前面哦，我看到了，可是感觉是好像是蛮烂的果实哎，也蛮强一下哈，也蛮强的。我觉得我们再找多几个果实啊，看一下呢还会不会出现那个红果吧 ？OK， 我再继续找吧，来。OK， 那么现在呢又出现在这个猴子岛，我再看一下在哪里，好像在附近，哎，在前面而已嘞，就这个是啊，这那又是沙果。刚刚呢，我远远看的时候，你们看，我给你们看啊。刚刚我远远看的时候呢，就哦，我还以为是泡果，你们看，超像的。结果跑前去看的时候，哈哈哈，沙果啊。OK， 下一个就在这个海军的一开始的岛上啦，那么我们就过去。这里我是好像很久，应该是说是没有拍过影片来过这个地方吧。OK， 那么它的地方它出现是在这里后面吗？哎，看一下，哦，看到，哎，发亮发亮了哦，等啊，这个是冰果啊。勉强接受吧，还是希望是红果啦。我们找下一个吧，下一个。OK， 那么现在我找最后一个吧。OK， 那么最后一个呢，好像是在这个空岛嘞，因为它这个，它说600多，好，应该是在上面吧。我们上去看一下吧。OK， 这里就冲上去。OK， 来冲上去，应该是在这里吧？应该在另一个地方吗？我来看一下先啊。是要进来这里吗？上去另一边吗？我看一下是不是啊？哎，还真的是哎，距离变近了。OK， 应该是在对面这里，先过去看一看。来，冲前去！这个地方是在这里附近吗？哦，看到了哦，哦，哎，这不是那个那个，这是线线果实啊！哦，最后一个果实啊，竟然拿到线线果实嘞！哦，不错了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虽然有点可惜没有拿到红果，不过没关系啦，已经足够了，我觉得这个蛮足够了。OK， 那么在这个一海呢找红果呢，大概呢你要找10个左右就可以找到一个啦啊！我觉得其实算几率，它掉落的几率算高嘞，所以就算不错啦，要花一点时间去寻找就可以得到啦。不知道二海和三海呢出现的几率会不会高一点呢？我们以后再期待一期待吧。OK， 那么最后呢，我来抽下果实吧。最后的时候呢，说不定也是有好运啊啊！我就来抽下吧。来呀，泡果出来了啊！我抽到的是。哎呀呀呀